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第31号公告，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网站正式开通。值此2013年1月1日新春大吉之际，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网站网址是 www.hhdcb3office.org 正式开通了。基于无始无尽的因缘，多杰羌佛降世娑婆第三世，这是所有众生的莫大福报。为获得福慧利益，一切佛弟子都应该依从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导，具体的就是以第三世多杰羌佛带给所有人类的解脱大手印和戒心经说真谛作为指南，并要恭闻第三世多杰羌佛所有的说法法音，为是方能得到利益一切众生，最终圆满成就解脱。鉴于现在已是末法时期，邪师骗子外道随处可见，所以只要大家上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网站观看公告和说明，就会得出正知正见，识别判定某一个人是好坏正邪。目前有妖人骗子邪师打着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旗号，暗地里编剪对自己不利的法音，私自复制法音，自己不懂而乱解法义。更为猖獗的是，第三世多杰羌佛多次明文公布自己不收任何供养，其他人也不能代收供养，但是竟然有人照常代收供养，将供养私下暗藏骗为己有，导致供养者误认为供养了第三世多杰羌佛，还有人甚至说假话诈骗佛弟子。这些不仅违背社会道德正义，也不容于佛教的戒律和教法，与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因此佛弟子们一定要随时上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网站，依法印证辨别妖邪骗子的行为，获取正知正见，以免被误导步入邪途不得解脱。同时必须要恭闻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再次强调，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绝不参与任何是非争执，但基于维护真正的佛陀教法，只有在以下情况时，本办公室将会予以公开的回复。请注意，凡是任何人，无论其人是什么身份，只要是借用第三世多杰羌佛之名义打妄语、说假话、以凡充圣、蒙骗众生、伤害众生利益，乃至导致众生偏见、破坏众生慧命，情况属实者，并且此类事例在过去的公告中没有求证的答案，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将做出公开性的正确公告。本网站的任何公告和文的内容，欢迎大家完整转发、刊印、宣传，以方便不同因缘的一切大众受益。佛弟子们尤其要观察这些所谓的上师、法王、尊者是不是控制弟子，不准弟子们上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网站。只要有如此行为，无论此人是何等国际级大身份、法王、大师，此人必定是邪师、妖人伪装的假圣德、真凡夫骗子，或者是非日月轮大圣德的一时的圣德，并且已经犯戒退道成凡。因为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网站是史无前见的照妖镜，自私自利的坏人骗子吓破了胆，他们深深知道一照就会露出原形，所以惊慌失措无奈之下，只得控制弟子不要弟子上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网站，拿到这把照妖镜来把他们照现原形，无处藏身，故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得胆为上计。所有的佛弟子行人们，在这个末法时期骗子猖獗、妖言惑众的时代，我们也只能这样经历了。你们一定要上当受骗、助邪成妖、弃善从恶，甘愿沉沦堕落于痛苦之中，我们也无法解救你们，因为你们不听正法、不行正教。佛弟子们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联系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网站www.hhdcb3office.org， 电子邮件 info@hhdcb3office.org， dcb3office@
hdcbofficeatgmail.com hdcb3office@gmail.com hdcbthreeofficeatgmail.com 地址 P.O. Box 94383 Pasadena, California 邮地区号91109第三是多杰羌佛办公室2013年1月1日